Oh.어, 엄마 그만하려고. 이따 너랑 칼 嗓子. 小小胖，该吃饭了。干饭人，干饭时间到了。啊？咦呀，我儿子饭量可以呀。这大米出来不能整大胖小胖，得整成小小胖啊，是吧？小小胖家大米，好吃，嘎嘎香。哎呀，玩起谁呀？想爸爸没？想不想爸爸？爸爸都想你了哈，想了。他现在好像能听懂了哈，你问什么他会回答。好吃。是啊，一会儿你姑姑说了，吃完饭带你出去溜达溜达，今天天气好。给小小胖换完衣服了。哎呀，这谁儿子这么可爱呢？哎呀，不带好我吗？给妈妈带呀。行了，好了，别更叽了，我们出去了啊，走吧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姑姑去开车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会儿姑姑啊。去哪儿啊？先生还上课，那我们去公园。那晚上咱们直接在外面吃得了呗，别回家做饭了。外面呢？啊，可以啊。你想吃啥？我没有，看看到时候多多想吃啥，咱们去吃啥。行，不行，等到下课的咱们去吃，先在这里玩玩。行。我们现在到公园了，翠拉，高不高兴出来了？哎呀，我感觉他要睡着了呢，眼睛眯着。你睡着了？你看那个小哥哥玩啥的？他一坐这个车，他就愿睡觉。枪吧，放个枪。哎呀，这边还有小孩钓鱼呢。这我儿子要是再大点，他肯定狼挖的，他也要玩，是吧？这我们小时候也玩的。啊，我哪比有么？你在床上吃饭呀？刚才那边是捞鱼。这边呢是小朋友们可以钓鱼的地方。不收钱。你钓上来了吗？我没钓到，我在外面钓的。加油！好吧。这里鱼还挺多的呀。我们现在逛完公园回来了，现在到商场了啊！今天晚饭咱们就在这解决呗。行。想吃啥呀？看你想吃啥。我无所谓，我这几天在那边都吃撑了，啥都吃。看，你又看看那个什么多多到底想吃什么，然后听他的吧啊。行。我不知道吃啥行，主要看你吃啥。我们来吃山西小吃凉拌面。
小小胖又睡着了，挺给力啊，让我们安心的吃个饭。我们点的上来了，姐你点的啥呀？我点的是什么清出的剁椒牛肉，我点的是油锅扁扁面，再加上一份肉夹馍，再点个奶茶，这日子没谁的。姐师傅，我们来这段时间你明显胖了。哎呀，胖胖斤了，快找找给小小胖看齐。我们也要吃饭了啊！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